方，一个是二黑病星，另外一个是凶星，这个点两个地方，如果我们可以的话，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边。记得红色的东西，请你把它们移开。这个视频相当的重要啊，请你们跟把它分享出去，就是要第一，告诉你的朋友怎样去加强他们的财位。第二就是那个凶星、那个病星的地方，要特别的注意，不要使到那个病星又来攻击我们。因为我本身是英国毕业回来的工程师，所以呢，我研究风水的方式其实是以比较科学化的、比较理性的去研究风水。所以呢，我常常在我的讲座、在我的书，我喜欢把科学跟风水结合，然后再用历史去印证它，然后里面包含着我们伟大的易经的知识。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 YouTube， 请麻烦帮忙帮我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， 我会制作更多的YouTube 来分享这伟大的知识，风水、科学、历史、易经。谢谢大家。